上台艺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小狗，对不起，你要说没关系，你不说拉倒。你们就是这样来相亲的吗？你们就是这样来相亲的，什么东西都不带，哎，就想跟我们家小花发生点什么，可能吗？啊啊！说你呢，那个黄毛，你过来。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就是干豆腐。炸扒子排骨大虾大虾的、你吃一个吗？不吃。好的，我吃。想吃不？谢谢一个。谢谢吧，啊，真谢谢，哎呀，再谢谢一个，哎，谢谢吧，哎，谢谢的给吧，叫一嗓子。